Hello，今天咱们用姜汤茶来做款式。首先呢，我涂的是姜汤茶的04号，这个颜色涂第一遍的时候，感觉跟守门的时候有点顺色啊，都同样有点发黄。但是把它涂到2到3遍的时候呢，会特别的显干净。然后这是一个实色的小套系，给你们做的是限时秒杀啊。原价88块钱一套，然后现在69.9块送色板，它的胶非常的好涂，然后饱和度也是非常好的，然后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去拍吧啊，然后现在涂的是第3遍的效果，你们看啊，它立马就会显得非常的干净，就单门的涂这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。这套胶呢是一个透色系，涂一遍的话很透，3遍的话呢是一个半透。然后咱们全部涂好以后呢，咱们每一遍都要照灯，然后整甲上一个擦洗封层，照灯1分钟，出来以后擦掉浮胶。因为接下来我要用到的是石膏胶，石膏胶是免洗的，所以说呢，我要给它先打好擦洗封层，擦洗封层涂好以后，照灯擦掉浮胶，然后去除石膏胶，给它做出这种想要的质感。石膏胶小黄这个小店里边有啊，找不到的话问小店的客服，然后就随意的给它，做出这种立体的造型。它呢就是说画出来以后会非常的有质感，但是做的时候咱们要给它，以拖拽的方式去做，因为它不流动，你要太用力的话更不好凹出造型。然后做好以后，咱们去照灯。在做的过程中，咱们可以进行不断的调整，调到满意为止，然后满意以后再去照灯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在小拇指和中指上涂了一点点加固，然后上了金箔纸，只要在上金箔纸的地方上加固就可以了。然后咱们把金箔摆放好，然后中指的话用免洗啫喱粘蛋胶粘了一些饰品啊，比如说钢珠啊，就是金色之类的饰品。粘好以后呢，咱们在大拇指拼了一些钻石，首先这种面包的小珍珠，然后钢珠，然后香槟色的钻，它的饰品围绕整体搭配在金色是提亮色啊。然后无名指拼了钻，还是以这种方钻还有这种珍珠来做搭配，用到的是免洗啫喱粘钻胶。这个胶的话呢，不管是粘什么钻，它都会非常的结实啊。然后咱们最后要用填缝笔给它包边填缝，学会了吗？我是右下爱美甲这块男人双击哦，么么哒。